热气球慢慢升空，以往要看到热气球，大多数都是前往台东观赏。而在几级镇公所与业者的努力之下，将相当难得的热气球在武昌空进行升空的动作，让民众都相当的兴奋。因为热气球呢，在台东才看得到，然后呢，在我们南投集集非常非常的开心，第一次看到热气球哦，让我来到这里有特别的惊喜。可以看到我们集集镇的镇长呢，非常的用心。朋友们，在元宵节记得哦，要来到集集与集集呢结好缘。这里呢有美食，还有美景，还有这么棒的宫庙来祈福。热气球，你正式礼武昌宫啊升空。啊，好多人很早就来这边等待了，啊，也期待来这边看这个热气球。咱来可以来武昌宫吼，咱讲来拜地下宫，嘛听讲来行这个廊桥。公所也表示，以往都需要到台东来观赏热气球，现在在集集镇就可以看见，不但相当特别，在观赏完热气球过后，接续也可以继续来逛集集灯会。热气球上升空哦，是正式释放哦。我们在二月七号的时候已经释放过一次哦，那天效果非常好，也来了很多的民众哈、哦。然后我们也发放纪念品哈、哦，那民众哈、哦、携家带幼。来这边拍照，非常非常开心。然后这也是我们集集灯会的活动之一哦。啊，非常欢迎哦，各位哦，这回灯来盛哦，来集集哦，参加灯会哦。白天看热气球，晚上参加灯会哦。热气球的话，平时哦，我们可能只有在台东才看得到啊。今天机会很难得哈、哦，能够在我们集集的武昌宫前面哈、哦，能够看得到哦，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县议员陈淑蔚感谢公所以及业者的用心。带来相当难能可贵的热气球来给民众欣赏，也欢迎民众来到集集游玩。集集灯会呢，在春节期间也受到很多游客的一个青睐哈。整个活动呢，当然有它的一个热点的地方，就是在武昌宫这个场所来做热气球的升空。那当然这个是小型的热气球，只是升空让游客或者是在地的朋友来做一个欣赏。所以呢，今天集集公所所举办的这个热气球是不载人的，是纯欣赏的。在这里欢迎所有的好朋友能够到集集镇武昌宫这个广场欣赏热气球的升空点活动。除了彩虹色球形的热气球以外，也有凤梨形状的热气球，让孩子们都感到相当的兴奋。主办单位也欢迎民众来集集武昌宫拜地下宫、逛灯会、吃美食。记者邱平义集集采访报道。